全新纯电动轿跑车比亚迪 CEO 确定下周在当地正式发布，原厂将于本月23日至25日在吉隆坡 TRX 举办新车发布会。比亚迪新印章宣布，现已开放新车本地预订，有 Dynamic、Premium 和 Performance 三个版本可供选择，押金为 RM1000。比亚迪 CEO 是一款基于 ePlatform 3.0 模块化平台打造的纯电动四门轿跑车，拥有动感的 Fastback 车尾造型。充电方面，比亚迪 CEO 采用800伏电动架构，其中 Dynamic 可支持7000瓦交流和110千瓦直流充电， Premium 和 Performance 则支持7000瓦交流和150千瓦直流充电，仅需37分钟即可从 10% 充电至 80%。 车身颜色方面，新车拥有宇宙黑、极光白、亚特兰蒂斯灰、北极蓝四种车身颜色可选。截至目前，比亚迪马来西亚尚未公布 CEO 的规格和价格。据悉 ，CEO 的售价将从 RM18万起，其竞争对手瞄准的是特斯拉 Model 3和长城欧拉07。最后，原厂将在新车发布会上公布更多细节。我们将持续追踪相关消息，敬请关注。